突然啊刷去吼，啊春节尔无啊。这入口即化，美容街那边居民上水在哩，啊即嘛无啊吼，要小卖一定要八九百块，七八百块，做一间。看不到吗？要滋润，所以刷刷。一堆。一堆哦，这没有了，无啊，全部八个人去吃了，八个客人吃，好不好？七、六、七、八，菜不是八个客人吃了啊，八个人去吃，那菜该不会过点吧？过点过大吧？八个人去哦，八个客人，干贝鱼汤。干贝鱼汤，鱼翅羹好好，好，迄鱼翅呢，叫鱼翅那白白人去，一般免八百七百免，一边落啊西底五百，较紧嘞哈，拢无好，两百块，你免两百块，啊你有比豆干钱较少无？两百块，来，恁在边学安尼啦？哎，有机的你来啊！两百块，钱无地哦，下手刀。这边找一个，这边我找一个，两百了，要买两百块。最后我找一个，妹妹要不要？十一度算你两度，最后搁招一个人去，最后搁招一个人去。最后我招一个人客，最后一位。哇，那你这样工时很长。最后我招一个哈。最后我招一个人客。最后一个，两百了。最后一个人客。最后我招一个人客。恒言语温。哪有什么好料理？刚才那边用煎的就好了。那边五分咯，别煎，也是要煮的。我你边呢？最后招一个，最后招一个，有人要捧场的无？有没有？来讨你姐姐哦，啊，他烦恼的是，你烦恼啥？你厝冰箱大台还是小台？小台啦。小台。五台，一只五台，你看看五台啊，五台，阿妹边是咧边怎？你好，恁无哈？今仔日鸟，一世人拢今仔日鸟，两百块卖无？唔是大，干边个咧？好大台啊！拄只小台，真变大台啦。来，后面看我包，银行八点以前才包完。倒落就好啦。八点以前才包完，银行八点。倒落就好，你死。倒无啊，倒无，才倒一个啊。你头壳都无好去。才倒一个。这你爱倒这边的，等你只倒这边那涂骹，你想看一定了，那涂骹什么原因啊？慢，好解倒，好解倒，看你这样头壳有够歹。都会计倒啦，看伊有材料倒无啦。倒到银行八点，你听无？啊，我唔是甲讲八点。安尼咧，连小班做。头壳哦，五条，这拢无啊，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哈。这五条总是五百啦，八百都咧足够啊，三百了，都无半条啊，鱼卵三百块。三百块，最后剩两个人客，这没有了哦，拢无啊嘛。我说明仔早早八点半起身，一个人有搞破来，你几十件不靠啊？最后剩两个，三百了，剩一嘴一个，剩安怎的啦？
臭。对啊，迄我迄盘食到过年了拢有啊。我讲这什么虾，你知无？你听一下，唔知啊，伊拢啊当作白。啊，你白是了，还乌青金花，非常乌的啊。叫做蓝钻啊，这起名哇，这海虾啊，你啊看，一分钟、两分钟以内一定爱死。你上中间、上意大拢无路用，知无？嘛是爱死，因为这海底水啊，伊无水啊嘛，啊你啊看无水啊，伊就爱死啊吼。你拍上手拢无效 ，CPR 更加无路用。这种啊做啦，啊做蓝钻，蓝色的蓝，钻石的钻。这小妹啊，这小妹有当时我会看到因有在卖，做大因卖这吼，卖这。有人会买袂有，啊足贵啊，啊顶人食，遮全部啊，咱这当做沙司面哦，你倒顿哦冰甲水甲浸的冰镇，好倒二十分钟，你白白温热沙面足甜，吼、哦，啊你唔敢食沙司面，你著水滚啊沙沙倒啊，做食正甜，遮小卖一顿要三四千块啊，啊、哦、所以有人会买有少少人买，咱买饲的较侪，饲的嘛好食，但人饲水产正厉害，哦啊做饲袂活。全部三，一个就小卖三千，就小卖都八百至一千块，你免来只话呀。三个都500了，500块，全部三个尔啊，一个、两个，最后剩一个，来用钱买。朋友先帮我订阅赞一下。500块，今天赞都还没破100个，一个小时。就会开呗，来只三个尔，还佫补一个吼，只三个补一个，来迄落，来讲完好啊。先来。来一千送的，一千来，谢谢，一千的，一千免提下手刀吼，啊，你啊找你的钱，我去对家来，啊，你免搁银毛我，啊，无你嘛是爱搁银吗？啊，银毛当时我未啥有，来讲完送的，来讲完来，讲完新竹讲完，最后剩只吼，卖300几啊五面，讲完这一粒嘛食袂啊，就要退钱啊，五年以来欢迎退钱，100落来，100块，100块，100块，这一斤贵四两哦吼。230卖100，100块，100块新竹贡丸，100块。好来，要找400。飞机丸。500先走，我操！一个袂芳都要退钱哦。这花枝丸啊，专播10个人去吃，10个客人吃，较紧的哦。专播10个人去，卖就1900、1800、1800，10个尔哈。动作较紧的，一百落来，等下哦，挂只个哩。啊，安尼伤济袂？两分哦，啊，只个哩好唔好？会不会太多？我笑个笑到下哭，啊笑到花，安尼一半个哩，十个哦，全部共阮十个哦，倒来这拢无算啊，对吧？拢互恁啊，全部十个，最后6、7、8、9，最后剩一个人客，无买飞机员的牙手，无买飞机员牙手会买100，这政府规定的，安尼叫做 BP， 这旁来10个人客，好，刷没有了，来500块谁拿的？恁几分？两分哦，全部10个哈。什么东西？小棒。但这无啊，这鱼翅鸡无啊，这一包2斤啊，咱消队消上大，消费机场的边啊，人伫遐看飞机起降。这包2斤啊，体重单香棍，这块我捧出来才吃完，那是你买单1850。你为什么知道因为我有一个旁听，所以我知影。这拢无啊吼。这两包啊，一包一个人吃袂3万，因为2斤，啊两个公鸡吃佫无啥够，很麻烦。两包4斤中的一包4.2啊，吃够完一包4.2，吃够完1850，两包4斤退等于。今日无食，你明仔食；明仔无食，后日食；后日无食，后日白食；后日白无食，后过日食；后过日食，明日食；明日明日食，后日食。弟弟不要学阿伯讲话，知道吗？阿伯以前跟你一样帅，现在已经变这样了。我很愿意吗？我说万般不愿意哈。这两包4斤装起，300落来，300块，300块4斤哦，我来开一开，300落4斤哦哈。
这一包两斤啊，边啊，旁边吼。十二箱，刷无啊？最后剩只，来，生命拿到，最后剩三个人去，我无啊？鱼翅鸡，这板凳都有啊，板凳有吼，饭桌就有了哦，豆饼，来，谢谢。两包三百块，一千块的来一千来，五百走的，阿送几钱都唔知啊，五百送的，左边要啊，左边，对面，最后剩一两块无啊，好，刷，来再走两百，牛肉咯哈，走过，牛肉无啊。牛肉炉无啊啦，牛肉炉剩遐尔啦，牛肉炉搁剩两箱啦，十二箱剩两箱尔，啊这无啊，这全部看会到遮尔吼，十二箱嘛无啊，这一箱十二包，啊十二箱，我百几包拢无啊，最后剩遮尔，这即便说这伊这股票上市，股票上市，这咱当然讨厌嘛，不过春天龙甲你讲，这内底肉无介济，不过口味是全世界上好的。那比咱工商牛排汤头，汤头哦，汤头比较歹，你就使退钱啊。这咱台湾的土牛啊，哦，来，一包三粒，两包七粒鱼，拢全无啊，三包一千无走啊，没有了哦。三个客人丢钱，第四个不要丢，无啊吼，三个人客尔，牛肉咯，一包两斤，三包六斤，三百了。今卖你五十块，这免经过大脑考虑。最后剩一个，伊摕钱买哦，较紧的哈。最后一位，先客先赢，无啊，没有了，刷。无啊。来，你要一百了啊？先试一下看卖，一百块。牛肉炉买无到的牛肉炉，我来讲，莫开。牛肉比牛肉一公。一斤啊，一袋斤啊，一袋斤加贵十三块，两袋斤，两袋斤啊贵哦，得多贵二十六块，一包八三百八十六块，吼、哦，这三粒嘛，牛肉炉三粒，这一包加贵二十六块。我讲啊，啊这牛肉，咱像你拢讲，牛肉就较济啊，啊这啊，我那按台湾的牛哦吼，咱这拢有标示，台湾的牛，但是它养在哪里？养在金门，这是金门哦。我这这牛饲金门啊，来，我来讲，无食牛肉，你唔通买呢？这是牛肉，为人去无食牛肉吼，有食牛肉，啊，不过都无食牛肉。啊，这牛肉无要紧，这唔是做产的牛啦，这是肉牛吼。这两包，同款啊，三包哦哩，好不？一两三四五。你若要食牛肉面的人客，我来讲，因为我捌试过，所以我一定要来讲。这体重你兄滚，啊面沙沙，我弹落去，安尼变牛肉面。你若我一个人要食呢，我劝你唔好食牛肉面，因为你食袂完，知无？有这两斤啊，两斤你面搁用了变三斤，我你推会完哦。你食袂完，啊食袂完唔好呢。这用了咱就食完，啊无就两个人食，食完。啊一个人要食牛肉面食袂，你若卖用面，啊一个人食两斤，安尼食会完。好、哦，来牛肉真济哦，这伫汤甲牛肉俩，一两三四五六，六个人去较紧嘞。阮啊，赶快三百落来，三百块牛肉咯，三百块，三百块牛肉咯，三百落，这牛哦，要几分？两分？几分？三百落。小胖看下。三百块。三百块还没关掉，谁没有拿到？这牛肉吼，牛肉喽，最后两个人客，最后两位，嗯，对，最后剩两个人客。明仔咱那同款哦，咱明仔载咱早点半十二点咱就去拍卖哦，吼，明天很早哦，吼。好来。谢谢，记得买乌鱼子回去吃、哦。最后剩两个人客，牛肉咯，牛肉卤，
最后剩一个都有了哦，一位哈，好，谢谢。鳍啊，我讲啊，这名按大人写是金门鳍啊，金门鳍哈，啊虾啊好啊，过来，虾啊好啊哈，虾啊来，虾啊，哦，这蓝钻虾，蓝色的蓝啊，钻石的钻哈，这鳍没话，这无法养殖，就这人要鳍啊，不过目前无人有法多鳍，这鳍没话，鳍嘛。这是台湾的鸡嘛，这金门鸡啊，俺内底都咧卖啊，一只到二啊五至二啊八，因为这一只无到半斤啊，超过300g以上的，一只一定要300块以上吼，啊，这只200几块尔，哦，这只200多块而已，这只无到半斤啊，这三只、四只超过1000，100%，超过1000块哦，这四只超过1000啦哈，啊，这好只，你有哪免套？好只免套啦。派只料那免钓，这金门船啊，伊交交国宾饭店，哦，国宾大饭店，只哦，只四只，俺内底要超过1000啊，100%，超过1000块，这游客咱卖咱就卖，哦，阿婆客咱卖咱就无，没办法，哦，咱这种1000条变到10000条变8，四只超过1000，啊，一个话者，四只1000。五条那1000，这金门色啦哈，金门蓝色，1000块，真行，六只而已，无啊嘛，这六只，我那1000，500号，500块。一只几十块，这免考虑。这六只哦，6只哦，500块。还要再开来，500了。会走会走吼，来1000走去，走了啊。500了，一个人去买一份刀吼，这六只哦，一只几十块啊。哦，所以就到2100，2150，2100，谁没有拿到？呀，前面500了，就吹吹傻傻的啊！好、哦，好，马上好，三只，啊，对对对，四只，五只，六只上来，来对面，对面，一只两只来，三只来，四只来，五只，六只。哇，才剩5只尔。老李葱油。来5只，有哪500了？好，有空我。够啊！我去看看。我俾你叫我追来啦。无啊吼。来，最后个一个，500块了。500，剩了嘛？加个加。500了，500块。500块啊，包围个白纸，包围，切包。500了，最后一个人客，最后一个人客，免啦，来，对啊，乌鱼子都是中南部在做的，所以买乌鱼子就是来中南部买就对了。来，花枝丸好了哦，会叫人上诶，你两包嘛吼、哦，来，你一包诶，花枝丸。来，夹一个干贝，还佫一个。来，迄、那个，石膏工啊。把这石膏工无要紧。胖了又胖咩？小胖，你干嘛要胖？来，这肉质啦哈。这包的，这体重就是安尼，啊，未体重就是安，最强强就变安尼吼。
迄切的包的，拄只买熟的，免煮，迄来煮哦。迄炖排骨啦，炖鸡肉吼。咱蚵仔料，白粉肉水啦。这太好了，为什么有人客讲啊够现捞啊？讲这一公斤鸡贵现捞，鸡贵十八块。讲为什么？啊，就太好啊！太好，爱去包饼，爱去冻开，爱工钱啊！啊，你现捞了，恁车等恁家己抬啊，唔免工钱，唔免啦。这爱啊！这种体太好，啊个包冰保鲜的鲜度，所以一公斤加十八块的本钱啊！讲好安尼哦，安尼去了解，吼、哦，阿无无讲话，正常个唔捌哦。讲个太好，啊个包冰，啊，因为量济啊，你无甲太大，你啊冰开，热度会反你，啊肉会烫的，知无？会炒肥啊！你无啊太开袂使啊！这太好啊！咱个冷冻的鱼啊，一定拢会经过太过吼。即我讲啊，即十只，即十尾哦，十尾超过两斤，一斤卖讲三六，也卖讲四百，我讲即两斤七八百块，肉也真无俗。你内底敢问看嘛？即只三仔半，唔免抬，用抬好啊，啊拢无啊，哦，你今五箱最后一箱，我讲过，咱今日十二点我开始卖，啊明仔在十二点咱就开始拍卖了吼。来八尾十尾。这十尾超过两斤啊，十尾才超过两斤哦。啊，几尾？十尾哈好，来无啊？拢无啊，肉鱼也无啊，五星存只哦，二四六尾，八个客人，八人去吃哦。一个人啊，吃无两斤来退钱，这太好啊，拢四个十单啦哈。卖少六百、七百、五百，一边落啊西底五百免。两百喽，你买两百块，安尼有算无？来八个客人，你要一个来，两个，三个来。在4:20，现场人数大概60到70个人。好啊，进来，来，唔能够收啊哈，这收了我紧卖个收啊，无物件哈。关柜。哎，最后一个上。哦，你还袂干哦？吃啦，吃啦！这人真客，你我接不过来。伊就无咧看，你。还佫一个啦，还佫一个啦。最后一个。这边上啊，两百了。伊无咧看，你用伊位啦。两百个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位，最后剩一个。500块的。还1000。1000的，1000块的。我跟你讲哈，只要有这十尾哦，哦，啊，只要六尾，有尾你认为你冰箱都冰会落的，人可以赶回去，总去200咯。一只啦。煞无啊。鲍鱼上在问，什么人在问鲍鱼？上在问鲍鱼。鲍鱼。OK 啦。OK 咪，啊 ，OK。OK 啊，就 OK， 好 ，OK 来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